안녕하십니까. 大家好. 오늘 저녁 합창이 너무 아름다웠습니다. 今晚的合唱特别的美丽. 사람이 저렇게 노래를 할 수 있는지. 真的好奇人怎能唱得这么好听呢? 정말 신비했습니다. 而且歌剧队也是特别美丽. 너무너무 아름다운 음악을 제공해 그라시아스에게 진짜 감사를 드립니다. 真的特别感谢为我们提供非常美丽动听的音乐的格拉西斯合唱团. 우리가 정말 이 부활절 행사보다도 음악에 막 짓는 것 같습니다. 甚至比起复活节的活动更加沉浸在音乐当中了，看到很多人感动于音乐。 오늘 저에게 우리가 다시 성경 말씀으로 요한복음 21장의 말씀입니다. 今晚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21章的话语。 1절에서 19절까지 읽겠습니다. 从1节到19节。 요한복음 21장을 찾아주시기 바랍니다. 约翰福音21章。 그 후에 예수께서 디베라 바다에서 또 제자들에게 자기를 나타내셨으니 나타내신 일이 이러하니라.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시몬 베드로와 디도모라 하는 도마와 갈릴리 가나 사람 나다나엘과 세베대의 아들들과 다른 제자들 제자 둘이 함께 있더니.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加拿。 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우리도 함께 가겠다고 나가서 배에 올랐으나 이 밤에 아무것도 잡지 못하였더니.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住什么。 날이 새어갈 때 예수께서 바닷가에 서셨으나 제자들이 예수신지 알지 못하는지라.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얘들아 너희에게 고기가 있느냐 대답하되 없나이다. 예수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그래서 그물을 배 오른편에 던지라 그리하면 얻으려 하신대 이에 던졌더니 고기를 많아 그물을 들 수 없더라. 예수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예수의 사랑하시는 그 제자가 베드로에게 이르되 주시라 하니 시몬 베드로가 벗고 있다가 주란 말을 듣고 겉옷을 두른 후에 바다로 뛰어내리더라. 예수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다른 제자들은 육지에 상거가 불과 한 50간쯤 되므로 작은 배를 타고 고기든 그물을 끌고 와서. 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 육지에 올라보니 숯불이 있는데 거기 생선이 놓였고 떡도 있더라. 他们上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예수께서 가라사대 지금 잡은 생선 좀 가져라 하신대. 예수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시몬 베드로 올라가서 그물을 육지에 끌어올리니 가득히 찬 고기가 153마리라. 이같이 많은 그물이 찢어지지 아니하였더라. 시몬 베드로就去把 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예수께서 가라사대 와서 조반을 먹으라 하시니 제자들이 주신 줄 아는 거로 당신 누구냐 하며 묻는 자가 없더라. 예수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예수 가시 떡을 가져다 저에게 주시고 생선도 그와 같이 하시니라. 예수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이것은 예수께서 주원자 가운데 살아나신 후에 세 번째로 제자들에게 나타나신 것이라. 예수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저희가 조반을 먹은 후에 예수께서 시몬 베드로에게 이르시되 요한의 아들 시몬아, 네가 이 사람들 나를 더 사랑하냐 하시니 가도 주여 그러하외다. 내가 주를 사랑한 줄 주께서 아시나이다. 가르사대 내 어린 양을 먹이라 하시고. 他们吃完早饭。 예수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彼得说：“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세 번째 내가 나를 사랑하냐 하심으로 베드로가 근심하여 가로되 주여 모든 것을 아시오매
내가 주를 사랑한 줄을 주께서 아시나이다. 예수께서 가라사 내 양을 먹이라.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내가 진실로 진내게로는 젊었은 내가 스스로 띠띠 원한 곳을 다녔거니와 늙은 내 팔을 내가 팔을 벌리리니 남이 내게 띠띠우고 원치 않은 곳을 데려가리라.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이 말씀하시면 베드로 어떠한 죽음으로 하나님께 영광 돌릴 것을 가리키십니다. 이 말씀하시 베드로 그러시되 나를 따르라 하시니. 예수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踪我吧。” 好，读到这里。 우리가 성경을 읽어보면은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성경에는 많은 사람들이 하나님을 만나거나 예수님 만났을 때 圣经里有很多人遇到神遇到耶稣的时候， 그들이 일어난 가장 큰 문제는 자기 생각에서 벗어나지 못하는 것이 문제가 됩니다.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脱离自己的想法。 만일에 우리가 아무 생각 없이 그냥 예수의 말씀을 그대로 믿음으로 받아들였더라면, 如果我们毫无想法的直接用信心接受耶稣的话语，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그래서 요한복음을 읽으면 요한복음이 너무 아름답게 기록, 그런 부분 너무 상세히 기록돼요. 所以看到约翰福音的话，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样的部分。 요한복음은 태초에 말씀이 계시니라. 约翰福音说：“起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 그가 태초에 하나님과 함께 계시고 만물이 그로마 지연받았으니 那么太初他与神同在，所有的万物没有一个是不通过他造出来的。 영접한 자 곧 그 이름 믿는 자에게 하나님의 자녀가 되는 권세를 주셨습니다. 而且约翰福音1章12节又说，1절에 뭐라냐면 十一节，谁说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约翰福音1章讲了关于耶稣，人们听着耶稣话语的时候，关键在于是否要接受。 그럼 예수의 말씀 어떤 사람이 받아들일 수 있을까요?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接受耶稣话语？ 예수의 말씀은 우리 생각하고 다릅니다. 耶稣的话语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이사야 55장이 뭐라고 말씀하신지 아십니까? 大家知道以赛亚书55章说了什么吗？ 여호와의 말씀 내 생각은 너희 생각과 다르고， 여호와说我的意念不同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们的道路。 하늘이 땅보다 높은 같이 내 생각 너희 생각보다 높으니라. 天就像天子一样高过地，我的意念高过你们。 여러분이 누구든지간에， 那么大家无论是谁， 예수님이나 하나님과 생각이 같은 사람이 하나도 없습니다. 没有一个人跟耶稣和神的想法一样的人。 여러분이 하나님 믿는 사람이라면， 如果大家是相信神的人， 이해가 안 가도 하나님 말씀 받아들이는 사람이 되는 겁니다. 在我想来，不能理解也是能接受神的话语。 여러분 자신을 믿는 사람들은， 但是相信自己的人呢？ 하나님의 말씀이 내 생각을 가지기 때문에 하나님 말씀이 더 달라지기 때문에 부딪히는 겁니다. 比起神的话语更主张自己的想法，所以跟神的话语会有冲突。 그래서 여러분 요한복음은 그런 부분 우리에게 정확하게 이야기를 하고 있는데. 所以约翰福音非常正确的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部分。 나 조금 니고데모에 관한 이야기를 좀 했습니다만. 那么上午我们讲了关于尼哥底母的话语。 니고데모가 그 대표로 우리에게 모양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니고데모作为代表给我们显现了这个样子。 尼哥底母 跟耶稣说：“我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先生。”如果尼古德姆真的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自己的想法不应该跟神的话语冲突。耶稣说了：“人若不重生，不得见神的国。” 니고데모는 그 이야기를 받아들이지 못하는 거예요. 니고디모 接受不了这句话语。 사람이 늙으면 어떻게 거듭날 수 있습니까? 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 두 번째 어머니 뱃속에 다 날 수 있습니까？ 还能第二次进到母腹中重生吗？ 말도 안 되는 이야기인데요。
简直不像话，不是吗？예수님은니고데모그런자세로이야기하는좀틀렸지요。其实尼哥底母不应该拿着这样的心态对待耶稣啊，至少他面前是耶稣啊。他再怎么觉得自己对，他接受的应该是耶稣的话语。但是他没能接受耶稣的话语。说在母腹中怎么能生两次呢？那简直说不像话的意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惊奇的是，예수님께서말씀하셨어요。耶稣说了，어떻게거듭나는지，怎么重生？예수님은우리처럼몸을갖지않는하나님이셨습니다。耶稣呢，不像我们人，跟神同等。우리인간을위해서우리인간죄를위해서오셨기때문에，为了我们人的罪降世了。그분은하나님이신데，耶稣是神，인간의몸을입었습니다，却穿戴了人的身体。원래하나님이셨고인간의몸을입으셨으니까神本来是跟耶稣一样的，这是耶稣披戴人的身体降世了。相反我们呢？인간인데，我们是人，하나님을입어야합니다。需要披戴着神。우리인간의생각，우리가지고는절대로하나님의마음과연결되지않습니다。因为带着我们人的想法，绝对不能跟神的心连接。오십오장얘기했지요。就刚才以赛亚五十五章也说了。내생각너희생각과다르며，耶和华的意念不同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的道路。하늘땅보다높은같이，天怎样高过地，내길은너희길보다높으며내생각은너희생각보다높。这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우리생각과하나님의절대같지않습니다。各位，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绝对是不一致的。하나님말씀을받아들이기위하여，所以为了接受神的话语，我们该怎么做呢？要撇弃我的想法，接受神的话语才行。这才是信仰的根本。자，이문제만해결되면신앙그때굉장히쉬워집니다。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信仰会非常容易的解决。아주쉬워집니다。非常容易解决。자，이제그다음에우리가보면은요한복음4장사마리아여자가예수님만나。让约翰福音四章有撒玛利亚妇人遇到耶稣的故事。啊，잠깐조금만그이야기좀더앞에하고삼절얘기좀더하고요。那么先讲一讲这三章的内容。耶稣就说，육으로난건육이요영으로난영이니，出于肉体的是肉体，出于灵的是灵。끝나야하겠다는것은이상얘기지말라고했습니다。我说人需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예수님께서거듭나야하는걸이해못한유대나니고데자세히설명을합니다。就是给尼哥底母仔细说明关于重生的话语。육으로난건육이요영으로난건영이니。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什么意思呀？육으로났지。耶稣的意思是你是从肉身生的，你不是出于灵的。耶稣本为神，本是灵。但是为了降世，他披戴着人的身体。我们只有身体。입어야하는것입니다。需要披戴着神的灵才行。예수님의말씀을그대로받아들일때，所以当接受耶稣的话语的时候，예수님마음은하나님의마음입니다。예수님말씀은하나님의마음입니다。耶稣的话语就是神的心。그럼그걸받아들이면，当接受这个的话，내마음에예수님의영을받아들이는것입니다。就等于我的心里接受耶稣的灵。그런데그걸믿그걸가지고믿는거라고말합니다。这叫做相信。믿는거란말。这叫相信。예수님말씀받아들일때，接受耶稣的话语。자예수는다시니고데모에게합니다。耶稣再次跟尼哥底母说，모세가광야에서뱀을든같이인자돌려하리니，就像摩西要在旷野挂上这个铜蛇，人子也要被挂在杆子上。以色列百姓被毒蛇咬了要死的时候，神让摩西呢把铜蛇挂在杆子上。여러분성경을읽으면，读圣经的话，对于圣经会有知识，成长的知识。那么圣经话语是神的荣耀。圣经出来的金子是神的荣耀，银是救赎的代价。圣经所说的铜就是审判。那摩西在旷野举了铜蛇，人子也要被高高挂起。那么举了铜蛇的时候，意思说罪恶受了审判。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遭受了我们罪的刑罚。
所以凡是信他的就得永生。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所以这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审判。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所以这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我们仰望铜蛇。所以这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审判。所以我们仰望铜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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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在十字架上，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哦，在那里洗净了我的罪，我的罪在那里结束了，所以我自由了呀。这就是说明的内容。耶稣基督，你解释给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却没能接受，只是理解为肉体。如果尼哥底母接受了耶稣的话语，耶稣的마음그영이니고데마음에들어왔을것那么耶稣心里的灵会进到尼哥底母心里面。오늘오전에우리가심홍수병자라는형제가那么上次我讲了沈红谢弟兄，本来是酒精中毒的人。自从他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语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惊奇的改变。一天本来吃喝十二瓶烧酒的人，自从接受耶稣话语的瞬间，发生了奇迹的事情。以前呢，不喝酒是受不了的人，到处发狂，甚至闯进妻子工作的岗位，要跟妻子要钱买酒。对于这样的弟兄，我没有做别的事情，我就说你撇弃你的想法，接受耶稣的话语吧。给他读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向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为你把你的身体，耶稣把身体献为祭物，使我们成圣。那这个圣洁不会跌倒，也不会朽坏，也不会消失，乃是永远完全的。这是圣经说的。很多人都说这不像话呀，但是我相信这个话语。因为他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他一次献祭，耶稣作为祭物献上自己，我们已经成圣。这个圣洁使我们永远完全了。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圣经，相信自己的想法。我犯了罪了，我是罪人，求主饶恕我的罪吧。沈红谢弟兄是这样。圣经이뭐라고말냐？圣经说了什么？제물로거룩하게된영혼이온전케했다고말해。因他献祭并让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了。弟兄，你完全了吗？我不完全。술주점에온전하고말할수가없지요。耍酒疯的人怎么能说完全呢？20년동안술에찌들었어요。二十年来醉酒了。아내가너무화가났어요。有一天，妻子特别生气。去酒店买了二升的酒瓶，五瓶这样的酒，太沉了，自己还抬不起来，所以就落下了一个，拿着绳子绑了一边，绑了两个，买了四瓶来。丈夫呢特别郁闷的看着妻子，你怎么带这么多来，你就喝吧，你就使劲的喝，喝死算了，喝死算了吧。因为妻子特别痛苦。我到合川的时候，这位姊妹哭着跟我说了这样的事情，我就说姊妹不要哭了，明天早晨你把丈夫带来。第二天把丈夫带来，到了早祷的时候，把两瓶烧酒呢灌在大碗里面。因为烧酒比一般的酒浓烈的多，真的用特别小的杯子喝，这才是一般人的这个习惯。但是这个人呢，用特别大的一个汤碗里面
把两瓶烧酒直接灌进去了，然后一口喝下去，他见到我的时候满嘴都是酒味。我就给他读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的话语。这圣经说了什么？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使我们成圣，是让我们永远完全了。这是圣经说的。所以说，弟兄，你完全了吗？你完全了吗？不啊。是的，每天耍酒疯不是吗？我也说了，圣经说弟兄已经圣洁了，完全了。弟兄说你不完全，那么弟兄的想法和圣经说的 不一样吗？圣经对啊，还是弟兄你的想法对啊？各位，人们相信神的时候只接受相信自己符合自己的想法，不符合自己想法的话语就不接受了，那不是相信神，那是相信自己了。那么本来是很艰苦的信仰生活，我怎能过得这么简单易懂呢？我以前呢理解自己的圣经话语就接受，我 不能理解的不接受，那等于是不相信神。我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当然符合我的想法的也得接受，但是不符合我的想法的圣经话语也得接受。因为约翰福音四章有撒玛利亚妇人，有一天跟这个妇人对话的时候，耶稣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只要喝我所赐的水的就永远不渴，因为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这个夫人再怎么想也是不能理解，哪有水喝一次就永远不渴的呢？不能理解。但是这妇人说了什么？因为自己的想法是错的，他是弥赛亚，他的话语是对的，所以这个妇人张开口说话，主啊，请把这样的水赐给我，不要让我来这么远打水。여자자기의생각이하나도포함되지않은주님의말씀그대로받아들인마음이에요。这妇人没有包括自己任何的想法，直接接受主的话语。从此这位妇人改变了。约翰福音五章的三十八年的病人，他是生来成了病人，他再怎么挣扎也是起不来。耶稣却对这个病人说了什么？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38年病人开始矛盾了。自己想法也以为，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是千真万确的走不了的。耶稣却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能接受耶稣话语的只有一个，只有否认自己一切的想法的人才能接受耶稣的话语。各位，信仰不是在于我们多行善，不在于多做善良的事情，不在于我们做的多么好，乃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接受符合我的心的，就算不符合我的心的，只要是耶稣的话语我们都接受，这才是相信耶稣。只要做到这一点，信仰会变得特别容易了。1962年，生活太困难了，就报名参军了，报名参加技术军官学校，但是因为大门牙碎了一小块就落榜了。所以我很多的计划都倒塌了，失望了。那是我第一次回过了自己，真是抱歉。我以为我是了不起的人，我以为自己还可以。
技术军官的考试都落榜了算什么，这还不是专门的军官学校。发现我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人，那时候我完全被拆毁，跟随我的想法只有败亡了。从此我不再跟随自己的想法，我消除自己的想法了，就很容易接受神的话语。38年的病人呢，虽然他从来就没能走，耶稣却说起来拿起褥子行走。他知道自己是走不了的，但是拆毁自己的想法，忽略自己的想法，接受耶稣的话语到心里，他真的起来，要起来走。他真要起来走的时候，发生了奇迹般的事情，真的能起来了，用两手撑着地，直起腰来。他要站起来的时候，真的能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的话语。虽然在我们看来不像话的真实的故事了，这是相信耶稣的反应。在我无论怎么样，在我看来无论怎么样不受自己的影响，直接接受耶稣的话语。耶稣并不是我们人。瞎子说了，你去希律亚池子洗，这瞎子是乞丐，需要求乞讨，还要挣钱才能买面包，才能糊口饭吃。他连想象都没想到要去希律亚池子洗。那么瞎子呢跟我们不一样，要到池边很危险，如果掉到水里也不知怎么能活出来，特别害怕水。但是他走向希律亚池子的时候，哪怕是一丁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加进去，唯独跟随耶稣的话语迈步了。圣经全都是这么说的，跟随自己想法的人是跟耶稣不同的道路。无论我自己想法了怎么样，跟随耶稣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信神的人。如果我前面有青年是酒鬼，完全是酒精中毒的人，在他心里面让他撇弃自己的想法，给他放进去耶稣的话语。所以30分钟以来我们一直征战了。弟兄你看看，你是酒鬼不完全，但是圣经不说你完全了吗？圣经不说你圣洁了吗？这圣洁不是永远的有效吗？你的话是对呢，圣经说的对呢。哦，原来圣经对啊。那你完全了吗？不完全。就因为这个事儿呢跟他争吵30分钟，我跟他说明了，你得撇弃你的想法。耶华的话语说，我的意念不同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的道路。所以你的想法是绝对不能相信耶稣的话语的，只有撇弃你的想法才能信耶稣的话语。了不起的也要放下，不起眼的也放下，有经历的也放下，没有经历的也放下，只要接受耶稣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耶稣的心，耶稣的话语进到你心里的话，你也可以成为耶稣一样，就能改变。我给他说明了这一点。怪我本来是特别坏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我接受耶稣的话语。什么？就是我犯了很多的罪，说了很多次谎话，拖了很多次。有一天我跟朋友们一起去了香瓜田，去香瓜田要偷香瓜，被主人发现了，我们就逃跑。
主人看到了我，认出我是谁，所以这位主人就叫了我父亲的姓名，说你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是不是？我想我真死定了呀。那天这田地的主人呢跟我父亲一起喝酒，就说你家儿子到我田地里面偷了香瓜。因为这个事情我被父亲骂了一顿，父亲说因为你这臭小子，我在这村里面没脸面住了。我也是不知所措，真的是这样，做了这样的坏事儿。同样的，虽然这样，耶稣却说我是义人。特别神奇的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了，在二十三节呢，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跟神的荣耀是很远离的，不能接近的。但是到了二十四节，很惊奇的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白白的称义，是谁称我们为义？是耶稣，是神称我们为义。既然是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就是义人。大家圣经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圣经里面神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就是义人了。但是人们怎么说话呢？主啊，我是罪人，那是自己的想法，那是没有接受神的话语。如果接受神的话语的话，我再怎么觉得自己是罪人，既然是神说义人了，那就是义人了。有多少人藐视神的话语呢？人们带着自己的想法。浪子带着父亲的财产到远方的地方任意放荡，浪费自财，钱都花光了。到了猪圈里，到猪圈里连吃饭的这个粮食都没有，想吃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实在吃不下去啊。因为猪肠胃很好，一下一下都能嚼烂了，但是人也不是猪啊，那消化的功能跟猪是不一样的，所以会痛苦。那天晚上他也躺在猪圈里面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这月亮也能照在我父亲那里吧，就想到家乡了。特别好的是这样的事情，浪子要到父亲家里的话，不知道需要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但是心马上就可以跑过去了。神造了我们的心，我有很多的罪，有很肮脏的心，但是我的心呢，可以马上到父亲家里，马上就能到。到了父亲家里看看啊，早上父亲很早就起床，有仆人们在一起，就父亲就指示他们，昨天收割完了吗？还剩下多少了？就一个一个开始指示。你们两个人今天都能干活吗？缺人吗？缺人的话叫一些佣人来。所以父亲一大早就给佣人托付很多事情。所以为了收割呢，农民们都到农田里干活，因为我也在农田里成长。
所以拿着镰刀呢，可以一个一个割草。到了中午的时候，村里面开来推车，这牵来了推车到田里。推车的人就说，到了午餐时间，大家停止劳动。那么有拌饭，特别在韩国的全罗道呢，拌饭是非常有名的。全罗道的泉州拌饭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泉州的农田非常的宽广，所以从农田走到家还得几个小时。所以用推车来移送这个餐食。本来韩国呢，除了米饭也有很多的菜，不过拌饭就不需要很多种菜了，因为在野地吃，你有菜有很多就不方便。所以呢，在自己的饭碗里面把泡菜还有什么辣椒啊，各种各样的菜都混淆在一个碗里面，然后用勺子来拌到一起，然后加上香油。说着说着我也想吃拌饭了，真的很好吃啊，真的一口一口的吃。我的英语不好，但是我能说 I like eating， 就是我喜欢吃东西，真的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吃东西，真的特别喜欢吃。还剩下的一些食物你吃点，多吃点，哎呀我肚子太饱了，吃不下去了。为什么讲这样的故事啊？因为浪子想起了以前，以前他在野地里干活就是这样，还剩下很多你吃吧。啊，我太饱了，实在吃不了。我父亲家有多少粮食有余的工人呢？我却在这里饿死了。就像他的心走到父亲家里，身体也走向父亲家，粮食丰盛，可以吃饱，但身体走不下去啊。浪子为什么不容易走到父亲家呢？因为没有汽车是吗？因为没有火车吗？因为没有马吗？不是的，因为不知道父亲的心呐、啊。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看到父亲，就浪子自己想，如果我到父亲家里的时候，父亲会跟我说什么呀？会骂我一通，会把我赶出去。马上把这个坏蛋赶出去，把那么多钱都浪费了，你这个坏蛋，你不是我的孩子，我没有你这儿子，你给我滚出去。他以为父亲会这样，那也得去啊，在这里会饿死的呀。他就想，我见到父亲应该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因为雇工也吃饭，你住吃的豆浆也是吃不上，吃了也是消化不了。就是有父亲之后呢，他有负担。
但是浪子说什么？我到父亲面前说吧。父亲，我得罪了他，又得罪了你。从今后，我不配称作父亲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我就当做一个故宫，因为我没有资格当父亲的儿子，我就劳动，想糊口饭吃吧。这是浪子的想法。那我就回到父亲家吧。他去了。父亲远远地等待着儿子。大儿子说了，父亲，天气冷了，请回去吧。好吧，我先乘乘凉再回去吧。还是回去吧。那臭家伙到了时候会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大儿子担心了，就见到朋友们说，啊，父亲因为我弟弟这么担心忧愁，这臭弟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如果你们能打听到我弟弟，一定要传达我父亲的心呐。那二儿子虽然不知道父亲的心，但是比起他饿死，不如到父亲家里当故宫。在我们家格拉夏斯唱团里面，用小提琴演奏了归来归来这个赞美。这个赞美本来是说归来归来，但是小提琴能够弹得撕心裂肺的那个感情，等待父亲那个哀切的心，真的让人的心感到撕裂一般的感动。就接近父亲的家了，特别紧张。父亲果然会怎么叫我呢？父亲本来不让我出去的，我没听父亲的话就离家出走，我真是做得太坏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后不配称作父亲的儿子。如果父亲讨厌我，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好吗？让我在这儿工作糊口饭吃行吗？他带着这种想法找父亲。父亲远远地看着儿子，马上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他，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当做父亲的儿子了，请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他想说这样的话，父亲特别爱自己，但怕他这样说的话等于是藐视父亲了，所以他没能说出来。他抱着父亲哭着就说，你干什么呢？赶紧烧热水，赶紧叫理发店的人过来，赶紧把上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上鞋，戴上戒指，宰上肥牛犊，我们吃喝玩乐快乐吧。那时候二儿子呢，发现了父亲的心跟自己的心不一样了。如果我这样的话，我早应该来了。我让父亲的心疼了呀，我折磨父亲了。为什么没有早过来？为什么到猪圈里了呢？同样的，我们有很多人却不知道神的心，让神的心疼痛。就像浪子彼得也三次不认耶稣了。在克西马尼山上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四分五裂，但彼得和约翰却没有逃跑。
他们装作逃跑，看到耶稣被牵引，他们远远地跟着，到了祭司长安纳斯的家里面。那么约翰跟安纳斯大祭司是认识的，所以家里的佣人也是认识的，所以直接进去了。佣人们看约翰没有阻拦，但是有彼得站在门外，所以约翰进去之后又出来了，跟那家里的丫鬟说他是认识的人，能不能让他进来呢？说可以，所以彼得也进来了。彼得进来以后，丫鬟看着彼得说，哎，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不是的，我不认识他呀，就否认了。不是吧，然后就进去了，在院子里烤着火。彼得也是为了取暖篝火进去，因为用火光看到了彼得的脸。丫鬟说，这个人不就是耶稣的门徒吗？不对，我不认识谁，我已经看过你了呀，我根本不认识耶稣，我不是他的门徒。他又不认耶稣了。这时候鸡就咕咕地叫起来，他就想起耶稣说，鸡叫以前你会不认我三次。彼得出去痛哭了。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死了之后三天复活，三天之后复活。有一天他来到了门徒所在的房间，特别惊奇，啊，耶稣你没事吗？啊，耶稣来了，你终于活了，太感谢神。这是彼得应该反应出来的，但彼得心里良心受到谴责，耶稣你们三번이나부인하고，三次不认耶稣了，你가무슨제자야，你还配什么耶稣的门徒呢？你还算什么耶稣的使徒呢？你还算什么首席弟子呀？你三次不认耶稣了。彼得深受谴责，딴데가도막나서예수손을붙잡고아이고사예수축하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所以如果是别的时候的，彼得握着耶稣就说，哎呀感谢耶稣啊，彼得心里有难以言尽的定罪和羞耻。耶稣复活了，门徒应该说什么？应该见证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活了，拯救了我们，他应该见证耶稣。但是彼得没能这样，所以越来越被想法深陷进去。我算什么耶稣的门徒？我不是的，我不是，我是渔夫。想来特别的惋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到了首尔，住到了楼房，叫 Richbier 的一个楼房。我们那房子有四间房间，一个小房间，三个大房间，还有三个洗手间，还有洗浴间。所以我进到那房间了，我就心想，如果耶稣活着的时代，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一套房子该多好。一间小房间让耶稣独自用的，然后大房间让四个门徒睡一个房间，就正好十二个门徒。我家里的洗手间也好，而且还有洗浴室。耶稣早上起来也可以洗浴，然后吃完早饭出去该多好。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人让给耶稣房间，
所以太阳下山的话，耶稣就去橄榄山。我去金泉的时候没有房间，神给了我房间，给了我房子。비가오는데이사하는날이라나는이제어디갔다가비를맞으면이제집으로돌아갔는데那下雨之后呢？那个时候下雨的那一天需要搬家。我淋着雨就想，主啊，您活着的时候在地上没有一间房间，像今天一样下雨的时候，您在哪儿躲雨呢？在橄榄山睡觉的时候，突然下雨的话，在哪儿避雨？在哪个树荫下避雨呢？我这个人算什么？主还给我房子住呢。那天我想故意的淋雨，淋着雨，淋着雨，就回来了。特别感谢神，主就这样生活了。因着这样的事情，特别恩待我们。有的时候我吃饭甚至要迟疑，我能吃这么好的菜吗？而且我住的房子也太好了。当然我传福音的初期呢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到现在呢特别感谢神，神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特别感谢。圣经说了什么呢？圣经说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저가한제물로예수님이자신을제물로드려서우리거룩하게했고，耶稣把自己献为祭物，使我们成圣，而且这个圣洁是永远的。再看一下十五节，这里说什么？또한성령우리께증거하시되，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十六节。十六节，十五节，다시봅시다。先看十五节。또한성령이우리께증거하시되그날후로는저희와세울언약이이것이라하시고。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各位在这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心里本来没有耶稣的心，当我们接受耶稣的话语的时候，等于耶稣的话语进到了我心里面，那么耶稣的话语就是耶稣的心，耶稣的心作为圣灵降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重生，从此我们跟耶稣有了一样的心了。如果没有耶稣的人，心里没有耶稣的人就是罪人，接受耶稣的人呢，那就是义人了。再看十七节，这里说什么？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接受这个话语的话，我们不能再说自己是罪人了。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在十字架已经洗净了罪了。圣经这样说。很多人呢，虽然看耶稣话语读圣经，但是符合自己的心的去接受，不符合自己的心的不接受。我看我是罪人，只能是一人呢。我是偷盗的人，说谎的人，我怎能是一人？我是罪人呢？这是自己的想法。耶稣却说，你已经义人了，你已经圣洁了，不再纪念你的罪了，永远完全了。所以嘴上说信耶稣，其实不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想法。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呢，
就会相信耶稣的话语。各位，我们是确实犯了罪，说了谎，但是耶稣用宝血洗净了我们，主说我们称义了。我相信这位耶稣，耶稣说是义人就是义人，我也是义人了，这是我主张的。我去了多米尼加，很多牧师聚在一起，我就说了，我说我是义人。很多牧师就大吃一惊，就说，牧师我有疑问，我有疑问，你请说。牧师你没有犯过罪吗？你有没有偷过盗吗？我就回答，我说过 很多次谎话，也常常偷盗了，那就是罪人，怎能说是义人呢？是，我是罪人，但是神称我为义了，神是法官，神说义人就是义人了，神说义人就是义人了，神说义人不就是义人了吗？怎能背逆神的话语还说自己是罪人呢？难道我们不是义人，神还说我们是义人吗？难道没有洗净罪还说洗净了罪吗？我们撇弃自己的想法才行。神说义人，那就是义人了。阿门。这才是信耶稣的人。有的人说培猪就是异端，因为他们主张是罪人，我说是义人，说我虚假。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再怎么觉得自己是罪人，神说我是义人不就是义人了吗？我不相信我的想法，我相信神的话语，这才是信耶稣的人。从此信仰会变得特别容易，真的很容易。我一切问题都成为耶稣的问题。耶稣成为我，神称我为义了。如果还不是义人的话，那不是我的责任，是耶稣责任了。大家说是吗？是的。圣经罗马书四章说了什么？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我做工得到的就不是该得的啊，做工得到的是该得的，不是恩典，那是代价。所以做工的人不算恩典。五节，唯有不做工的，那他什么工作也没做，也不敬虔，但是有神称我们为义，这位就是神了。我们也不做工，也不敬虔，神却说我们是义人。我们犯了罪，也没有做工，怎么能称我们为义呢？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当我们相信这称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正如大卫在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算我有罪了，我明明犯了罪，为什么不认不承认这个罪呢？因为耶稣代替我承受一切罪的刑罚，我不能承认自己是罪人了，因为神不承认。虽然我犯了罪，但是我不承认这个罪了，不算有罪了。
各位，彼得三次不认耶稣，非常难受。主复活以后，彼得应该说：“哎呀，耶稣真的活了，真的太感谢了！”真的是喜不自禁的，这才是正常反应。但是头耷拉着，为什么呀？因为三次不认耶稣了，特别的难受了。所以耶稣离开以后，他就想了想，我算什么耶稣的门徒啊？我算什么使徒啊？我不配，我就是愚夫。我三次不认耶稣，算什么耶稣的门徒呢？所以去捞鱼了。非常惊奇的是，耶稣那天为了找彼得到了海边。彼得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整夜劳碌也没有捞到一条鱼。那天也是这样，他就到深海处下网打鱼。但是这次呢，耶稣说在船的右边撒网打鱼，却捞到很多鱼了。彼得就游过来到了海岸，有火，有饼和鱼。耶稣准备好早餐等待着他们，彼得随着耶稣一起吃饭。非常惊奇的是，彼得，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了呢？耶稣没有这样说话。彼得有两种，有否认耶稣的一种谴责之心，只有谴责感没有别的话，那他就可能忽略不计了。但是他居然捞了鱼，但是有一些心里过意不去的，那就是爱耶稣的心。对，我们两种心都有啊。撒旦只让我们看到片面的部分，所以才成问题了。那天耶稣吃完饭以后，就问了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更爱我吗？彼得想了想，自己确实有三次不认耶稣，但是他确实爱了耶稣。主知道我爱主啊。那彼得心里也有爱主之心，但是也有出卖耶稣之后的那种羞耻感。魔鬼一直怂恿彼得心，只让他看到出卖耶稣、不认耶稣的那一面，说你根本不配当门徒，你去捞鱼吧。베드로마음속에예수님부인한것때문에막고통스럽게하고살이못하겠다고하고도망가게하고고기잡으러가게했어所以呢，魔鬼让他去当去捞鱼当渔夫。베드로마음속에예수님부인한그때막고통스럽고所以彼得不认耶稣的时候心里痛苦，但是另一边还有爱耶稣的心。耶稣说了什么？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예수님은베드로마음속에예수님사랑하는마음을일으키는거예요那么耶稣在彼得心里面苏醒着爱耶稣的心，他其实有爱耶稣的心。如果不认耶稣的想法支配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知不觉的直接去捞鱼了。如果有爱耶稣的心上来的话，我们就会爱耶稣，就侍奉耶稣。耶稣在彼得心里苏醒着爱耶稣的心。约翰的儿子西门呢？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确实有爱耶稣的心。主知道我爱主，你去喂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彼得大吃一惊，예수님책망할줄알고他以为耶稣会责备他。예수님부인했다고막뭐라할줄알았는데他也因为不认耶稣会遭受责备，耶稣却说：“你喂养我的羊。”大吃一惊。탕자가아버지마음몰랐듯이浪子不知道父亲的心。예수님마음을몰랐듯이彼得不知道耶稣的心。我们也没能知道耶稣的心和神的心。我们犯了罪，罪恶了，虚假了。我想神会讨厌我的，不爱我的。主啊，我是罪人，就会这样。但知道神的心的话，神不会因着我们的罪责备我们。你已经是义人了，你去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那天彼得遇到耶稣之后，心里改变了。是的，主。像我这样的人要喂羊吗？是的，主，感谢主，我会喂羊，我会侍奉主。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那个时候，彼得否认耶稣的想法，那个罪已经在心里都洗净。他开始喂养神的羊，大有能力的见证神的话语，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发生了非常奇迹般的作工，在神面前。各位，我们面对圣经常常带着自己的想法，总是会曲解圣经。但是到了浪子的话语，就能明白自己的想法和父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彼得的想法和耶稣的想法也不一样。我们觉得自己犯了罪，是犯了罪了，但是耶稣连这个罪都没洗净吗？连这个罪都没能洗净吗？耶稣说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想法牵引，主啊，我是罪人，求主饶恕。其实都已经饶恕了，已经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我就说我罪得赦免，没有罪了。在韩国有称我为异端的人，我一直讲了这样的话语。去年一年，我向着全世界在云端讲话语。去年春季的276家电视台转播了我的讲道。去年秋季呢，655家广播电视台转播了我的讲道。听到这个话语以后，现在有62万名的牧师与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为了更深奥地传播这个真理，在纽约开办了神学院。在神学院有8000多牧会者进行着教育。现在人们知道了自称是罪人是错误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如果我们是罪人，那等于耶稣失败了。耶稣钉十字架不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吗？罗马书4:25，耶稣는우리범죄함을내어줌이되고耶稣交给人，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看看我手上的钉痕，我肋旁的枪伤，这就是洗净你罪的证据。你的罪已经洗净了，你已经称义了，这是神说的。大家撇弃自己的一切想法，
相信耶稣的话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不是刚开始是罪人，后来耶稣钉十字架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称义。神称我们为义，那就是义人了。我们要相信这个。听了这个话语的全世界牧会者正在改变他们的心。现在也是难以数算的人在全世界听着这个话语。这并不是朴宇柱牧师个人的想法，乃是活着的神的话语。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撇弃自己的想法，相信神的话语。虽然我犯了罪，我是罪人，但是神说义人，那就是义人。阿门，这才是相信耶稣的人。沈红谢弟兄还是罪人吗？不是的。你还不完全吗？不是，我完全了。他就这样相信了。从那之后圣灵降临，再也不想喝酒了。如果 不喝酒的话，连吃饭都吃不了的一个人都改变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神。我们最小祷告，感谢圣洁的父神，耶稣十字架的宝血，圣经说从罪里拯救我们，洗净了我们。我们相信这个神的话语。神不可能没有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还说我们 得以洗净。神不可能把我们罪人叫做义人，但是人们相信自己的想法，还称作自己是义人。让我们撇弃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相信是我们成圣的神的话语。我们罪得赦免之后，荣耀归于是我们洁净的神。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可贵的工人。2021年的复活节，重生的耶稣到来，敲击着每个人的心门，让人们明白这个宝血洗净了罪，使我们脱离罪，让我们带着欣喜的心侍奉神，让我们不要带着罪人的身份在神面前。感谢神，荣耀归于给我们这个聚会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非常感谢各位。